没想到夏侯渊大人竟会战死，我仍旧无法相信那位将军竟然……据说刘备正在定军山布阵，一定要杀得他。不留，夺回汉中。哈哈，此次主公也很紧张啊。虽然状况完全不同，但我不由想起了宛城一战。因为大家的支持和引导，我才走到了今天。我一定会坚守心中的大志。退散！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退散！这个处禁止通行，就让我的主战车来对付你吧。输给你呀！我也不是第一次挑战老虎了。退散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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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无惧于我的虎战车，我要回去仔细想想如何强化。斩杀了敌将，退散！呀，在我面前屈服吧！射了子桓，不愧是子桓大人，无论何时都遥遥领先于我呀。终结吧，初想再向前一步，我赵子龙来会会你们。三，杨国名将赵云，不错的对手。曹文烈前来讨教。退散！退散！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就这几个。退散！退散！退散！真是精彩的战斗，暂且撤退，来终结吧。老易，斩杀了敌将。哎，退散！在我面前屈服吧。城府，这便是武艺的精髓。曹操的战术有些玄妙啊，似乎隐藏着其他的目的。诸葛亮大人，阁下无需多言，在下今日会在此了结阁下。杀！
死关大人，任何时轻松遥遥领先于我呀！退散！退散！敌军的目标应该就是此地，退散！弟兄们，加强守卫！暂且撤退吧，必须尽早认清曹操的真正目的。徐晃将军已经脱离了险境，他真是厉害，那我就继续守卫此地了。在我面前屈服吧。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。屈服吧！不愧是子桓大人，无论何时都遥遥领先于我呀。我已经，真是太感谢了。呀，真是小菜一碟。身手真是名不虚传。
原来如此，这招坚实稳重。哦，袁俊来了，这下我们的策略也可以有所扩展了。敌人吧，法正采取了这原来如此，终结吧，快散，真是精彩夺目啊！放弃不接下气了，趁着还没倒下，赶紧回去接受补给吧。退散！正，原来如此，这
闪耀光辉的铠武者，夏侯重拳，来也！人太出风头，容易招致仇恨，好好亲身体会一下。撤退了！高友如相助，真是太感谢了！退吧！哎呀，这就有我们！攻陷阳平关！快进攻吧！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！退散！退散！在我面前屈服吧！心悦诚服，乃忠邪吧？无意的军随，我已斩杀了敌将。退散！不愧是紫环大人，无论何时都遥遥领先于我呀！退散！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要把碍眼的地方全都铲平，都近着点，跟我来！退散！林某，我们能帮上大家解吗？退散！清醒一下吧！退散！退散！考虑到今后我不能再次应承，还是先行撤退。好，可以斩杀了敌将。退散！在我面前屈服吧！Thank you.
平地的东方就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我这个酒劲还没下去呢，下一次我一定把你打垮。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退吧，撤退吧，输了，我撤退，退散。我已把他杀了铁匠，退散，在我面前屈服吧。真棒啊，真努力啊。啊，多么壮丽的战斗。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这就清醒一下吧，快散。我记住你的长相，下次再会一定会获胜。我已斩杀了敌将，快散。在新月城府，这便是唯一的精髓。快散。战事竟然逆转至此，退散！虽然不甘心，但是只能撤退呀、啊！退散！退散！很遗憾，我已经无法继续战斗下去了，因此我就先撤了。您近在咫尺，也无法舍之马超。退散！我也无法休息。退散！生存到最后是我的信念，因为这样，所以再回来。我已斩杀了敌将，在我面前屈服吧。真是精彩夺目啊！完成已被关羽军包围。
到此为止都与我的规划一致，既然如此，不必再纠缠汉中了。那哈哈，原来如此啊，以汉中为饵引诱关羽，不愧是曹操大人。汉中之战应该接近尾声了，曹仁，你带。刘备成功击退了攻打汉中的曹操，凭借这场胜利，刘备自封为汉中王。镇守荆州的关羽得知了刘备获胜的消息，开始进军讨伐魏国，他的目标是樊城。只要诱杀关羽，便可打破三国的均衡，一切都是为了讨伐关羽。曹操向一心夺回荆州的孙权提出了合作的建议。关羽的行动果然与刘备攻打汉中相互呼应，虽然也曾有所怀疑，但竟然是曹操大人故意制造了这个状况。哎呀，我们这些军师真是颜面无光。现在没时间闲谈了，如果不能在此诛杀关羽，元帝就算白白丧命了。剩下的时间恐怕不多了，无论如何都要让孟德看到关羽的首级。哈哈，原来如此，我大致理解了，所以才会开始危险的赌局啊。原本打算等待汉中的援助，现在看来已经时不我待了，必须在刘备察觉到我方的意图之前结束一切。补给完毕的人依次赶赴荆州吧。遵命。听说曹仁将军等人已经先行出发了，在下也会紧随其后。等着看吧，孟德，我一定会亲手诛杀关羽。想吃点什么呢？欢迎您再次光临。从洛阳向前，好东西应有尽有。
感谢您的光临。嘿呀，是您呢，在那之后您是否别来无恙？欢迎光临。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。从您要用马吗？嘿嘿，期待您的再次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惠顾，在东部。好东西应有尽有。感谢您的光临。您要吃点什么呢？欢迎您再次光临。据士兵们的报告，荆州几乎已全部落入关羽手中。军神关羽真是气势如虹，绝不能让他前往许昌。无论如何都要将他牵制在樊城。一点不错，曹仁大人所言极是。但是这些人已经被吓乱了阵脚，究竟该怎么统帅他们呢？为什么庞德会成为先锋？虽说他多少有点战功，但完全是个新人啊。他的堂兄和旧主马超现在都是刘备的手下，他不会是想直接把我们交给关羽吧？原来如此，确实不无可能啊。我听说负责打理宛城的侯音也是与关羽私通，煽动百姓造反，这家伙应该也是。妄言老叟与猜忌，你们企图扰乱军心吗？你们可知此举应当受到严惩。于禁将军，但此次庞德将军的提拔确实让人不安呐，尤其对战的敌人还是军神，请谨言慎行。若以谗言扰乱军纪，吾定力战不饶。请您原谅。
且慢，于禁大人，各位将领所言极是。在下跟随曹操大人十日尚浅，各位对担当先锋的在下心生疑虑也不无道理，但是曹操大人还是将斩杀关羽的重任交给了在下，而且为了斩杀关羽，平定乱世，夏侯渊大人还为此战献出了生命。那么在下也会带着赴死的决心奋力一战。庞大将军，对不起，我不知您已有此觉悟，还口出妄言。我们一定会守住樊城，在此战中告捷。非常感谢，就让我等共同斩杀军神关羽吧。不愧是于禁大人和庞德大人，反过来利用他们的不平之意，重新点燃他们早已熄灭的斗志。吴刚刚安排了援军，暂时应该封住了由沂水关通往许昌的小道。于禁大人真是感激不尽，这样就不必再担心后方，能将精力集中在樊城。当前的情况实在是容不得乐观，但是为了打破三国的均衡，无论如何都要诛杀关羽。主公以平定乱世为己任，这就是必经之路。我等要一边救出我方人马，一边击败攻至樊城的关羽，就让我等化作守卫荆州的铜墙铁壁吧。首先要夺回樊城，击败守城的关羽之子关平。为了防御我等，关羽必须亲赴前线。虽然战况严峻，但是必须设法取胜。已经控制了这里，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
不能感谢。呀，真不该企图造反。要是我能默默遵从曹仁将军的指示，在我面前屈服吧。山贼联手，我也要高举反旗。赏赐要多少有多少，你们快给我消灭了他！退散！如此轻易的制服，在我面前屈服吧。哇，您真是大展神威。虽已成功镇压侯婴的造反，但一呼百应，这样下去定会再次引发大规模暴动。其实我们并不喜欢战争，请饶我们一命。谢谢，我们这就丢掉武器。既然你要来硬的，那我们也不客气了，来大战一场吧。居然这么戏弄我们，我们做了那么冒犯啊，他这样下去我们根本，既然你这么说，不能，只有我一人停止造反。真的吗？我们愿意再相信你们一次，就请各位高抬贵手了。
百姓投降了。如此一来，镇压了百姓的起义，就可以集中精神参加樊城的战斗了。真是小菜一碟。不愧是将军。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又有嗓子又能干架，真是太棒了！快痛痛快快的大闹一场吧！你们这些毫无道义与志气、只会炫耀暴力的贼寇，我会给你们严正处罚，来终结吧！退散！发现这也太不划算了，撤退！这样谁受得了啊？在我面前屈服吧！阻挡！这曹仁大人传来消息，称需要向乌林的吕蒙将军请求援军。只要能撼动吴军，我们就能稳操胜券。有劳阁下出手相助了。援军之事我已知晓，抱歉，这件事向陆逊也传达一下吧。陆逊正在新野方面布阵，有劳你了，再去走一趟吧。援军之事，吕蒙大人已经同意了吧？既然如此，我也没有意见。我马上就开始进行出击准备，可否请您代为转达吕蒙大人？陆逊也开始准备了呀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我们会遵从盟约，派出援军，要你往来通报，辛苦你了。
花来传令，正已向樊城送出援。总算开始行动了，如此一来，就能更加得心应手的战斗了吧。真是小菜一碟，干得漂亮呀！你的智谋与武艺已经占了。好啊，海风结吧。敌人在江陵布置了兵器，最好能在我方进军前将其铲除。好，我们先行一步烧毁兵器，首先要确认其位置，小心不能被敌人发现。已经控制了这里。我已经控制了这里。控制了这里，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不必劳烦关羽将军亲自出击，就由我来阻止魏军的前进吧。好，退散。这头我完全没做准备，就是现在，大家冲啊！抱歉大意了，关羽将军、光平将军，实在抱歉了。
我已斩杀了敌将，在我面前屈服吧。糟糕无比，如果现在吴军再从背后袭击，难道这就是敌人的目的？这场仗真的有望获胜吗？这样啊，如果出了什么事，你愿意帮我美言几句吗？你拥有敢于独闯此地的胆魄，看来你的话语确实值得信赖，那就有劳了。我真的可以相信你，并随你而去吗？好，你的话我都听到了，那就让我相信你说的话吧。那好，我愿意向魏军投降，就请你帮忙安排一下吧。是敌袭？什么？你是来交涉的？你想让我投敌？魏军真的愿意接纳我吗？我问的不是你，而是其他人也愿意接纳我。今后我会以魏将的身份继续战斗，就请阁下多多关照了。为了赢得大家的信赖，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。真是小菜一碟，太出色了，我也要向您学习。兵器的位置已经掌握了，那好，一口气把火点起来。兵器着火了，这下根本用不上了。真是小菜一碟，您的表现真是太精彩了，让我胆气为之一壮。